蔷薇的妈妈在台湾两个月，黄乃辉一直跟她相处不好。你就跟我看，要加五十块，我不肯给。我有问你呀、啊，我说不可不可以，该给给一百，然后你说不行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说50，然后50你都说不行，然后来我说不行，我不想要你的全额，自己全额多少出多少嘛。我跟你讲，不会很强、啊。